Hello everyone, welcome back to the channel a little bit. Today we have a very special video. A tea serving ceremony within this tea house called Ze Wu. Now, this is a truly unique and relaxing experience and is part of my Wuyi Mountain tea tour. So, enjoy the show. 则为茶本，物为我心。则物博采众家茶道之长，将福泽与无心共融，幻化一道独特的太极式冲泡法，完美演绎出则物茶极致品质，展现高端岩茶礼敬世界之尊。现在就由我为大家解说则物太极式冲泡茶艺表演。第一道，抱一手中。抱一手中即是冲泡前与茶对坐，调整自身状态，规律呼吸，让自身精神饱满，融入茶艺，专注感受这泡茶。第二道，混沌初开。混沌初开比喻事物最原始时的状态，在太极式冲泡中，煮水即是第一步，以软水为佳，山泉水为上，放置煮水器具中烧煮，静候汤沸。第三道，始分两仪。太极属于无极，有两仪分三才。在则物太极式冲泡中，三才喻指盖碗、公道杯、品茗杯。第四道，叶加上弦。茶经首句言：“茶者，南方之佳木也。”我们采取茶树一芽三四叶，精制一盏茶汤，可取茶名为佳叶。上弦是指尊重有才德的人，在太极式冲泡中，喻指以上品茶礼，敬贺各位嘉宾的远道而来。第五道，大巧若拙。大巧若拙指真正聪明的人从不显露自己，从表面看好像笨拙。武夷岩茶故有外形如乞丐而内质如皇帝之说，故曰岩茶大巧若拙，即为仔细观察干茶之外形，惊艳于它的内质。第六道，涤除玄鉴。涤除玄鉴即烫洗盖碗茶杯等茶具。茶至清至洁，是天寒地狱的灵物，泡茶要求所用的器皿也必须是至清至洁，其手法与泡茶注水一致，左手拿杯盖挡在45度杯身左上的位置，右手拿水壶悬壶高冲，注水量为9分满，在洁具的同时温热杯盏，有利于后期的闻香与品茗。第七道，海纳百川。大海可以容得下成千上百条江河之水，包容的东西非常广泛且数量很大。这里我们将盖碗比似大海，将一泡干茶容纳得下，故名海纳百川。第八道，天德一清。一的力量是同一化的力，太极式冲泡中也有同一性规范化的规则，在这一道我们稳定身子，小臂摇动盖碗，使干茶散发香气，也称为醒茶。第九道，若出功苦。则物茶产自空旷幽深的山谷，此时左手托住盖碗底部，右手轻开杯盖，嗅闻干香如空谷传香，细腻可人。第十道，柔以克刚。
柔以克刚是指用柔软的，是克制刚强的。干茶好比是刚，水柱为柔，以沸水冲击盖碗内壁，顺时针画出太极图示。注水时保持水流均衡平稳，太极是冲泡，结合了沿边、定点、悬壶三种冲泡方式。冲泡出来的茶汤香气持续，平稳醇厚。第十一道，上上落水。水上于使万物获益，而不与万物相争。水与茶的契合碰撞，浸泡出茶汤。出汤快慢也影响茶滋味的浓淡苦涩。根据所泡之茶判断出汤时间，让每道茶汤处于最佳的口感。第十二道，喜闻幽香。出汤后拿起杯盖放于鼻子下方二到三厘米处，茶叶的幽香会随着热气微微上扬，此时便能清晰感受到茶叶香气。第十三道，粥行不殆。让每一杯茶汤均匀一致，分茶次序为顺时针，由客人使，最后回到自身。第十四道，宠辱不惊。太极式的奉茶为顺时针进行，象征茶香迎客，宾至如归。第十五道，再探兰芷，即闻水香，细闻茶汤香气，会发现与盖香、干香不同，这是武夷岩茶惊奇之处。第十六道，寒阴举华，细啜茶汤，让茶汤在口腔中翻滚，从舌尖到舌根全面感知茶汤的滋味。一杯分三口，一口啜三下。第十七道，圆无一息，即闻杯底香。茶汤饮尽后，细嗅杯底茶汤留下的香气。知道万法归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终归于道。太极是起源于茶，茶延伸出茶具，茶具延伸出茶艺，茶艺最终回归于茶。太极是十八式太极，十八道茶艺在此道都将宁静自洽地回归最初的模样。我们空杯以对，静候下一位茶人。真精英秀气所中，品聚岩谷花香之盛，感谢各位来宾的光临。泽舞太极是冲泡茶艺表演到此结束。祝各位茶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大家。